台南文旦得要进入三期，外销作业也如火如茶的启动。台南市长为着今仔八月二十一日出席台南文旦外销加拿大客运活动，宣布大约有七公吨的文旦将销售温哥华甲多伦多两个城市。市员陈秋宏、游泳池吴通同等也到场关心。此外，为着也宣布，除了日本、加拿大市场，今年也积极交新加坡洽商，期盼予全世界消费者能会当品尝到优质的台南文旦。台南市长为着表示，今天我们非常非常高兴，这个闻到柚子香就知道啊，中秋节快到，麻豆文旦又要开始热卖了。大家知道我们台南的优质文旦麻豆下移，还有好几个地方，像包括大内，其实就以麻豆文旦很最出名。但我们知道这些优质的文旦哦，除了供应内销市场外，哦，这个外国人也很有兴趣。继去年在农粮署的协助下，我们麻豆文旦啊进攻到日本，啊能够进入啊打入日本的啊一些少一部分县市的营养午餐之外，我们过去去年也封柜啊麻豆文旦到加拿大，那今年除了日本、加拿大之外，我们有也这个可以进入到新加坡市场。新加坡基本上是华人社会，他们也过中秋节，他们也对啊优质的台南麻豆文旦有很有兴趣。因此呢，我想这个部分一方面把饼做大，一方面把品质提高，第三方面大家会觉得说，连外国人都可以享受到优质的我们台南文旦的，那何况是我们自己国内市场？所以呢，一方面让国内外销都畅旺，让农民的收入能够提高变好，这个是我们努力的目标。所以希望农民都能够做好啊，这个在中秋节快到了，那农民都能够让我们优质的台南文旦能够行销到全世界。目前先打亚洲杯，那到加拿大是打这个美洲杯，接下来就要打世界杯。我们希望优质的台南文旦都能够行销的好，也能够让许许多多的高优质的消费者能够品尝到最优质的台南文旦。农业局长李建义表示：“我想咱今日做欢喜吼，因为咱个虽然讲国外到迄个中秋节，不过咱伫海外，咱有做侪华人的同胞伫国外吼，尤其伫加拿大，不管是温哥华还是多伦多，伊嘛都期待讲要食上个好食咱的麻豆文旦来过这個中秋节。”啊，市场即几单嘛一直咧拼咱的诶文旦的交各项的国际外销。啊，咱今日做欢喜有成十包七栋左右，咱这油啊，特别来准备要来外销，啊，准备要坐船来到加拿大。我想吼，九月二九就是咱中秋节，啊，这段时间咱农民朋友大家拢爱买油啊。今年油啊，听这专家讲，比往年搁较好食，搁较甜。啊，我咱阵伫网络顶边嘛，看到说坐咱的老丈的油啊树，也系咱的主人家，大家拢伫网络咧卖吼。啊、我想为着要除了照顾咱国内的这好朋友以外，国外咱的华侨，咱嘛爱优先来个考量，尤其因袂当待在台湾，啊，咱将咱故乡这好食的油啊，咱个请一个再去国外加拿大温哥华交多伦多，欢迎咱交咱伫台湾的咱的同胞同款，来过着一个幸福中秋节。俺伫遮嘛要期待，有咱要甲咱的乡亲大家鼓舞一下，今年油啊特别好食，咱麻豆文旦全世界上出名，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时间，万里都买无。农业局表示，台南文旦产量占全台 35%， 品质优良，不止在国内市场受到消费者的欢迎，更有美北通路商每年选购台南文旦。除了这次销往温哥华和多伦多七公吨文旦鲜果，目前也正在接触采购台南洛梨、木瓜、番薯条、火龙果、红文旦以及多项的农产品加工品，同时也积极交新加坡通路商接触，为台南农产打开国际销路。提醒喜欢文旦的民众，台南是全台湾上个早进入三季的文旦产区，八月份已经陆续有大果和中小果采收。欢迎喜爱台南文旦的民众踊跃订购，中秋佳节送礼，祝用两相宜。以上是台北门新闻网报道。